在这儿避几天风头啊，姐姐会每天都来看你的，还会每天给你带好吃的。嗯，你说什么？你想让学长来看你啊？不行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学长忙着参加竞赛呢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画设计竞赛的图呗。你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宿管阿姨在查宠物，所以呢，我就把您小狗藏在这儿。你设计图画的不顺利啊？还是算数据吗？想克服数据强迫症，没想到反而画不出一张满意的图。这次设计的主题是什么？儿童游乐园。哟，这几天就由我来照顾你了。你给他取名字了？随便取的。叫什么呢？年年。因为他平时比较粘人，是吧？你看他是不是待在你怀里不动，是吧？年年，名字挺可爱的。哎，你打算把年年怎么办呢？总不能一直养在天台吧？我打算周末把它带回家给我妈养。你突然带一只狗回家，你妈不会生气啊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。哎呀，这门怎么打不开呀？锁坏了。一旦锁上了就打不开，这锁怎么能坏呢？锁一直都是坏的。那我们怎么出去啊？没法出去。那得想办法呀。我已经让室友去校室找钥匙。哦，那要多久才能来人啊？你赶时间吗？也不是特别赶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的快递显示正在配送中。啊，行了，别担心。室友说校处已经在找钥匙了。学长，其实电视上遇到这种情况，好像都是一撞就撞开了。我觉得这扇门应该挺单薄的，要不……不要。你不会怕疼吧？我都不怕疼。你以前对我说话还挺小心翼翼的，现在都开始吐槽我。你干嘛呢？开锁让你拿快递呢。你这样能开开吗？
学长，你真棒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门开开呢？所以你是走还不走？我走，我走。终于收到了，收到快递有这么开心啊？嗯，收快递使我快乐。这儿，啊，你的快递我顺便帮你取了，谢谢。哎，最近天气有点干燥，买个薇诺娜特护霜抹一抹。何欣呢？采访去了。他去哪？你为什么要问我？他吃炸药了。他不就炸药包本人吗？我的滑粉，啊！活该。都没有一块完整的了。投诉啊！啊，算了吧，投诉的话会害快递员被扣钱的。他没做好就得投诉啊！如果都不投诉的话，那人家负责投诉部门的人员怎么办？你只要想着每次投诉都是为了他们投诉的部门可以运转，就不会良心不安了。我来帮你投诉。哎呀，算了吧，让我来投诉这个林卫国的快递员。你刚说林什么？林卫国啊。怎么了？你慢慢吃。